工作要求难，工作要求难。哎，正统的，不一样。哎，我你这。看着就是让小朋友看图片，然后看他们命名的能力啊，或是一些听指令的能力，比如说先拿什么啊，再拿什么这样子。哦，那另外也会去看他们在讲的表达的部分够不够长啊，哦，能不能讲出一些简单的句子啊，哦，比如说，哎，小朋友去公园玩溜滑梯，类似这样子。哦，然后我们去看看他理解跟表达的能力有没有符合他的年纪这样子。我们职能治疗的部分主要是透过一些积木啊，然后剪刀操作跟一些彩色笔的使用，去观察小朋友的一些就是颜色的操颜色数字的形状的能力、命名能力，然后还有一些手部肌耐力啊，一些手部协调的精细动作的部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去顺便看观察，从那个活动当中去观察小朋友的惯用手的部分这样。你用的楼梯。这个给你，老师一样。好，这里可以吃。对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。啊，真的、哦，怎么撞到了？撞的，我们看猪猪这样，头在这边，这边有撞到。好，我们一起比啊，一，开心的，我们一起比啊，一，一，好，大家为什么要拿椅子？哦，很好。气球我们放在椅子的上面。哇，你好棒哦！好，关老师去捡。